是某某的。 他们本来要把你脱光，但是作为对烈阳星的尊重，作为对你们神和形体不赤裸示众的道德观念的尊重，我强烈要求给你留了内衣。他们害怕什么？也许某种不可控。 借助你奇怪的衣物材质之类的驱动核聚变，把飞船给炸了吧？这个空间，你们很周全。你那种驱动恒星的能力，我们很想拥有。不给。你当然不会给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飞机来抓你。既然都抓了，还考虑他不尊重我？ 我们也不想去触碰神和道德的底线。现在挺好看的，不是吗？好看个屁！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如果惊动了潘镇，你们会被炸成木木。什么？潘镇？哼！你放心，我们对潘镇也有战略部署。你们是？ 侵略者，别废话了，行吗？谁要泄谁呀？我是太阳之光，你们除了把我关在这里，还得小心供着。万一一不小心就毁于一旦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，甚至一丁点的威胁的感觉都没有。反倒是你们，一个个胆战心惊。对于你们来说，我几乎是不死之身，毁灭者。 我看你就没有必要虚张声势了吧？虚张声势？哼！我知道你怕什么，最怕孤独，没人欣赏你。就算真的一个不小心这里炸了，哼！你知道你在宇宙的什么位置吗？这里远离恒星，一丁点星光都没有。一旦船炸了，很有趣的，你会在这里孤独，多少个万年来着？自己算吧。 而且没有星光，你的能源补给也是问题。这样的话，还真是挺忧伤的。那算了，反正现在估计也没人喜欢我了。你们准备怎么着，就怎么着吧。 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自认为果断的行动，包括用相对不友好的手段挟持了雷娜，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会驱动恒星的最高科技来破解终极恐惧，这对整个宇宙都有意义。所以终极恐惧是具体存在的。我不要听你说的什么恐惧，这里有一万年的城府，一万年里。 我都只思考烈阳星的安危和我神的安危。那烈阳星的安危和太阳之光的安危，你怎么选择？你怎么会问这么个犀利的问题？<笑>我觉得这是一回事。我的太师研究过你好多年，我记得有60多年。当然，对于你这种3万年的神灵。 我的太师也就只能研究到你的皮毛。他们说你是幻体，这个名词第一次听到，如此无礼。<笑>对不起，我只是试一下。假设你被烧死了，我也没必要做这跟你扯淡了，不是？你笃定我不能反击吗？你的人俘虏我神雷娜的时候。
用的可是弑神狙击枪。那不是我的人，他们只是受我影响而已。不用解释，我不在乎那什么终极恐惧，就算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研究，花个百八十年，你们和超神学院天使恶魔的战争也早就打完了。首先，战争的罪魁祸首也不是我。那你的立场就是，这是一场罪孽？我无所谓，你们叫我死神，反正研究死亡和虚空是我最大的乐趣。雷娜不能受到任何伤害，你们想要用恒星炸开黑洞释放虚空。是驱动多颗恒星，与黑洞产生相互作用，过程中会产生若干新的、超越时代理解的物质。因为假设恒星的运作不统一，或者说，如果不是像我一样的神亲自控制，恒星有可能会被黑洞吞噬。天使会与你们死战到底。您呢？我只想找一个烈阳文明能够完美续存的方式。有意思，你们为什么不换一颗行星？神在哪儿，我们在哪儿，行星也好，恒星也好，我们也无所谓。哎，猴子，别乱晃啊！我要是掉下来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看给你啊，狂的！星爷，星爷，你们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没呢，巨难的，没到底啊，完毕。空中单位，好，发射！命中目标，威力很可观。目测整个基地被摧毁，轰炸任务完成，完毕。好了，完成任务，准备转移。转移转移！一会儿啊，对方的地面部队就围过来了。第六装甲营，准备在指定位置侧翼杀入。我们要去下一个目标地点，十分钟过后可以申请下一次轰炸。完毕。哎呀，现在这仗好打多了。说实话，自走炮的设计还真是复杂，做一辆费我一周时间。不错了，小伦，神了，够了，是吧？我也不能一直造坦克，还得有些别的事情干。确实，都说去北之星路上障碍这么多，我觉得应该组织一次斩首作战，把整个地区的敌军首领给斩了，这比多造几辆炮车有意义啊。而且你除了造炮车、装甲、武器，别的也不会啊。没办法，文科生，不太懂机械原理，也不懂程序编写，都是知心教的，我估计还得花好多年，我才能慢慢玩懂这个东西。哎呀，我到现在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呀，科幻片里也没见过呀。
情况是这样的，那边有两名逃逸的外星士兵，但是看起来不像是饕餮，也不像是恶魔。我估计是巨狼型的。巨狼型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第一波攻击巨侠时的应该就是这种巨狼军队。大家小心点，巨侠师战役就是他们打的头阵。后来听指挥部的人说，他们和饕餮应该都属于冥河什么什么星系吧。饕餮是他们的宗主国这样子吧。哼，还他妈宗主国，这玩意儿挺厉害。三班收队，五班的继续在这放哨。走，收队。我侦查过了，的确在150公里外有一艘指挥舰，那儿应该是一个指挥中心。你们有没有可能想办法杀进去，然后破坏掉那个指挥舰？咱们地面部队不可能靠近，在100公里以内就会被远程打击，我们的火炮也打不了那么高啊。那得继续调查，我们打了这么久，好像除了天河战役咱们灭掉了一艘旗舰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遭遇过旗舰。他们很小心，对，而且他们也很聪明，使用各种方法伏击圈套我们。饕餮对待超级战士现在已经很谨慎了。哎，就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大圈圈套在旗舰外边的那个，以前炸了没研究，那玩意儿到底干嘛的呀？吸收太阳能量的，要不然怎么跨星际打仗？哦，那你们天使有吗？烈焰之剑就是啊。我有个办法，假设我们可以给突击手做个护盾，能量靠意念控制，还是意念，然后功能是阻止我们已知各种类型的伤害。哎呀，就免疫嘛，我第一天就想到了，我以为做不到，所以也没敢说。为什么要已知啊？不已知你怎么分析伤害的数据？你咋这么多问题？不知道还不许问啊。这样比较简单，如果无法完成任务或者有危险，我们可以通过护盾撤回来，而且意念控制能量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就能设计完成，但要驱动高级合成材质，以葛小伦现在的智商够呛。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咱们就组织一次秘密斩首行动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咱们怎么登上那艘飞船。你们谁有虫洞运算能力？我现在也没有。能雄心一个吗？可是我过去还没来得及研究虫洞算法就出来打仗了，至少我得知道虫洞在虚空中的量子结构。我靠，我学过。你学的只是暗位面的虫洞运算，不能用虫洞，
没办法潜伏过去。那就硬闯。我不闯。我也不闯。不是，欣欣，别呀。Yeah.